诶银行，忙上班兼职啊。哦，啊，伫咧上班咧，可以赚钱，伊较对哦，伊忙上班头家赚啊。真诶啊，头家咧，伊个头家啊，你当遐薪水，你啥物赚？啊，你较对啊，你较有理啊，嘿，你来领头家，诶，因为哦，头家爱这个面子啊。哦，啊，听讲哦，头家你遐咧不对啊，你着安怎怎啊，你着叫我明明安怎做诶，啊，我着做你意思做，啊，做做不对，哎呀，惨咧。人年底吼，你啊十几万，我来讲，你年底可能你啊无一万块啦。你用点门做记号啦，我知，是即下来啥，下来结案啦，你免做啦，你操！啊，下期啊，我们头家少钱啦，你钱赢，我输着你了，我讲，哦，过来即个小姑娘，唔忙产品报价啦哈，为什么？你产品报价吼，你唔对，你迄个啥，你都迄个唔对哦，你有哪爱留意啦？你也无娘，我来讲，你无家己煮嘛。哦，我伫咧，哎，迄较早一个王先生咧，哦，啊，交一个啥，哦，小姐啦，啊，恋爱很久了，十几年了，拢准备要结婚啦，哦，啊，迄个啥，伊都结婚就先结婚啦，伊讲伊查甫人哦，不是东西啦，哎，对啦，查甫之前一种样啦，啊，查甫以后咧，搁一种样啦，哎。哦，查某之前把阮女孩子当作一个宝贝啦，查某以后嘞，把阮女孩子当作一个嘛，屁股上屁股来屁股尖嘞，哎，我唔嘛，我唔爱给你这，哎，不是好东西，哎，阿哩王先生就比较喜欢，阿不安尼啊，那 A 瓦三张啊，哦，结婚掉哦，咱俩就这五分钟啊，特别意见不合啊，那个啦哦，哎，唔对啦，家己去熬夜哦，左三千右三千，都要超过掉那个阵，哎。哦，啊，毕竟哦，伊都结婚啊，来吃咖啦，对个。哦，啊，伊原先这个提出这个提案啦，蛮好啦，啊，你愿意啦？哎，啊，这个结婚了，难免会有纷争嘛。哎，第一单，哎，啊，你了纷争过过了哦，你先得照这个走三间、二三间、四三间、五三间，三间了个等人，太太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哦，啊，没关系。哎，你看，买几多去招招嘞，这样会等人。啊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第三摆嘛是安尼啊，啊，佫有一个你到时佫爱奇怪嘞，佮逐摆王先生唔对，是唔是？一定嘛，太太唔对，对唔对？这个先生的雅量，当然啊，嗯，哦，不管伊对还是唔对，拢无要紧，我认错，我去洗洗嘞，哦，忏悔一下，转来，老婆我错了，老婆欢喜，老婆当家，是唔是？哎，这个老婆你错了，哎，老婆我你老婆让你住，哎，那你要赔，哦。讲我话讲，得你话个人生当中嘞，啊，咱在咧结婚吼，咱爱有感恩的心，哦，咱查甫遐仔细个，啊，为查甫做帮助个啦，哦，我是做哪个比喻就对啦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恁太难哦，你就是等不动哦，你讲在读书考，哦，咱拢知影，第一，你爱菜市啊买菜，伊爱看管嘞，伊爱买上凊彩细个半点钱啊，啊，你较艰苦个是一点钱啊。哦，啊！伊遐考了足济，高丽产生一个三四百块嘞，跌了，哦，怕我怕一个歹嘞，哎，食下止药就好，无个病嘞。嗯。哎，伊遐舒克嘞，我暗看偌济钱，我来变偌济物件嘞，吼，我听。嗯。哦，啊！伊遐买，咁个款，还是咧住咧钱，哦，哎，啊，就爱算时间久啊，你当时要转来，哎，你要转来，我点你开始动手就去住，你转来多济了，多烧烧菜烧弄出来，吼。哎，来生产这个阶段，你讲怎样吼？做咩都成功。有男符合到两两交钱，哎，啊，搁前面咱查甫吼，结婚一定要感恩，结婚太太爱心做出来物件，哦，啊，你咧食，还有感恩的心，感谢太太，虽然是这么难个食，哦，啊，搁前面你爱搞两做合作，哦，切记，食饭忙到乌白去啊，哦，太吃咸啦，哦，太吃歹食，我来讲讲，你来跟你做。啊，我爱就对啦，哎，所以咱拢抱着感恩的心，食饭嘛好，哦，做代志嘛好，哎，哦，啊啥，参红阿婆、红阿婆在讲话，咱也感恩的心，为什么？你会传着这个讲吼，爱修持精神啊，哦，我免骗嘞，啊，再讲他话有一句话，哎，千年修得报枕眠啊，一千担你敢会当传着这个报嘞？你敢会当记得这个担嘞？你敢会当个敢会当困社会，敢会当啥传宗接代下来？哦，哎呀，啊，再来嘞，百事修得啊，千年修得共成名嘛。啊，百事嘞，修得同团度，讲咱今日咱啊，
电视房船，电视房车，过前面你是有看见，你爱到底做做电视房车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过前面你看咱今仔伊面如何？咱在来遮新娘家哦，啊，来啊来来遮修的板的修的，哎，迄个咱过以前，参咱刚才前进山经理，哦，参咱这个诶经理有缘嘛，咱再来来遮做伊合法，我来遮好起来要用。哎，啊，所以就是这样，啊，下边啊，唔茫参某吼，啊，那小姐啦，以后叫咱娘伊来关心下我啷边，我往边去啦，伊何不边啊，往上边养老去，哦，再来跟朋友争，唔茫干啥边边边边争啊，哎，你的好朋友很难得的一个朋友，你茫上边争，哦，你不爱娘伊就对啦，啊，你上边娘，哎，那上边争嘞，唔茫上，你是去解脱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段话来讲吼，咱伫世界当中拢莫去掺人争，了人了人了人，哎，啊了人有拢无代志啊，哦，就变成啦快乐了吼，好，好，啊来嘞，我们委屈自己，圆融十方啦，我们是苦海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，任人践踏与毁谤，各位姐，各位姐姐，听我们单进吼，哎，就是啥，人世间甲圆融小国的小世界一种桥梁的对啦。哎，啊，所以话咱咧度化众生，好偏啦，好笑啦，好忽悠啦，好微博啦，过钱的那种东西，因为是要保佑社会建设啦。哎，啊，所以过钱的，咱有一个观念，某些观念最重要哟。咱较早当钱人在讲的，当钱人啊，哦，会记无？当钱人哦，唔捌钱啦，哎呀，功课哦，即乌工上得着，我先讲给你听。我就问你看要啥，做你来做好啊。我把你单间伊个房间我参观，伊个房间哦，未超过三平啊，细啊短啊尔，啊就一块许随便搭两个海边啊哦，哦一块平啊，啊迄个平都通啊，平哦，叫一块差不多上只大块乌板，哦伫二四三，哎，啊伊叫迄个乌板要创啥？套，然后去套啥四件物件，哎，啊去运动一下，伊转来开始写写笑话，哦，哎我一字有哪背有哪记，有哪背有哪记呢？唔捌字呢？哎，哦，规笔啊，我文草了了，啊，刚刚就安尼。啊，咱家己字无听，要分辨是无只只只怎个呢？写到一个嘛，我唔敢再来讲嘞，写，对吧？写到白写，伊讲就是字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我去参观哦，伊吼，拢个古笔古得体啦，伊刚刚就写，刚刚就写，刚刚就写，哎，写不来就当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讲个哦，规笔啊，哦，写屁字字，哎，迄个咱家己字。上个重要，我要讲的是啥？单件事，一句话足重要，咱互我去听记下。伊讲话着爱各位着请恁大众修行正道转去啊，我较袂来转。哎，有代志。咱普众生的心着是安尼啊，哎，哦，着是爱多的人拢已经正道转去啊，咱较慢慢仔来。伊单件事，咱着讲叫做啥？大器晚成啊。大器晚成啊，就讲你有才华诶，有能力诶，吼、哦，你搞诶，你是一个领导者，你要有一个心胸。哎，你虽然是我好啊，你大拢心得心得等你啊，我慢慢仔来，我去。那你比较有这心胸哦，你靠大众心哦，你靠凡俗的我袂骗哦。哎，你莫讲吼，我家己过好就好。哎，你个人诶代志有啥物乐观诶，袂使咧。安尼你着无啥，你诶心得唔对。那你心不要想干净点啊！快，大家都浅浅，你大家都心得正面，我好嘛啦！哎，啊，结果你买心，这个心得正面，哎，哦，所以嘛，那就是观念的问题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帮大哥浅浅，那就是第二种，我这帮都教不会啊，都让浅浅技术在内蒙啊，安尼啦，哦，啊，今年准就是今年哦，你要知亏空，多少钱都亏空去啊，啊，准备要做回家啦，啊、哦。哎、啊，咱进入三十一单元嘛，伊为做咱知吼，新义组有三十一个前人，哦，啊，咱即个摩道单元，较早咱叫做摩道单元，啊，摩道单元是咱啥，咱单元是来领导，哦，较早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对三十一单元，一个单甲派点完书一个传给恁知影，哎，啊，所以咧，讲好迄阵哦，人因三因派啊，迄阵咱做了前年底的时阵哦，要到部长位，互咱师傅人来。如果老来喝那些野粥呢？哦，里面有半面的江山，半壁的江山。如果那德国给台湾搬到大陆，那是要大陆的。哦，澳洲这边等于要把它出，然后出客了。为了好话不好话，我连话野粥都知道
我就清楚了。哦，啊你话，迄阵咱头了先，哦，啊嘛，啊，就是要劳动，哦，出去应当出现这条路，哎，这条路为啥你敢知影？哎，就是哦，好老先生重要，咱去买完全都写出来，哎，啊咱看无啥，啊结果有一部分就是转来，看到这幅图，哦，这33年的老碑呢，讲这是个老碑啦，啊这老碑变啥？就是好老先生哦，在世时阵发一个大愿啦，哦，发个大愿是啥？我要用我的肉体做一个老碑，互所有兄弟姊妹，踏伫我的身躯顶，叫啥啦？步步加油，等你享受世界。讲真个，叫做修你的闭关啊，安尼个。嗯。化作天梯啊，要互咱大兄弟姊妹啊，踏伫个身躯顶，咱才好等你啊。哎，所以叫做啥？大头登天主梯。哎，真个啊。哦，迄个阿婆好老坚持，迄个闭关咱要怎弄？阿婆好老坚持，我带医生，咱要哪去就对。有法度，法度呢？真正呢？法度呢？哦，啊，所以咱前辈者，伊医生伊奉伊付出，或者呢，即个拢爱咱爱好乖。哎，哦，所以咱嘛是爱学学啥？学好老坚持，一种闭关。哦，我大家伊姊妹拢等你啊！嘿，我赶紧。哦，就爱有这种啥？哦，闭关就对了，哦。啊，说我们低下头，我们理直气壮，我们跟他屈身是我们道运坚固啊。啊，所以来讲哦，哎，当处之难来后，险情不稳，乃犹如不依心，志在不坚，各是主客上，主修行，哎，安尼。所以来讲哦，咱以德中啦，哦，啊，德中是有千年，中段数，你啊临左中，哦，啊，够千年。先天不稳，不稳就讲咱家己不稳做好好啦。哦，比如讲你这样情况，做咩嘢，你做咩嘢，只能做好。你用情况做左右，哦，用左右来做做好，安尼就好啦。哦，啊，你有这厨房咧，你就有厨房做好，安尼就好啦。哎，啊，你有这钢丝咧，用钢丝，钢丝做好，安尼。哎，啊，你讲唔是安尼嘛吼？我伫台中看出一个状况，就是有够侪，我伫台中30几天看下，就是太侪太侪。哎，哦，阮单位啊，哦，一届，阮着迄落中奖就有啦吼，着请出侪人个啦，啊，遐开遐钱好个，哦，啊，即摆伊遐着要求讲，哎，陈讲师啊，敢袂当我安排哦，逐个月拢一个讲师过，哦，我着真正啊安排，我逐个月拢有人去收个，你讲一个月一个尔，哦，啊，即摆听着你听着有兴趣啊，我讲你无够啦，敢袂当哦，一单哦，两届、三届就好过啦，我着我家己去呢，哎，啊好啊。啊，三间好话吼，好啊，坐对来，不能讲坐对来，来啊，心烦那就对了。啊，我利用讲较早的疫情之前，拢一单嘛，拢有两届啥，单间大会。哦，哎，一支舞队讲，差不多讲低嘛，差不多70个，客100外的人物呢，我是拢客啊，有去客啊，客外口咧听。哦，所以我遐就是无红的啦，哦，有够红的啦。哎，哪真正要一支面夹要到平哦，哎，到尾一支面叫你想，哪会想？哎，哦，啊，另外呢，我得安排当书柜，啊，搁爱安排啥厨房柜啊，因为哦，排班不是我们家的太塞，啊嘞，哦，啊就安排柜啊，我一届安排一个当书啦，去困着嘞，哦，啊伊去见家嘛，见我大叔就对，哦，伊遐讲袂好势啊，啊，就一堂课哦，摕去伊个迄困着房间啊咧看看看看看看，哦，因为伊用这样出一个，哎，哦，啊遐出出出出见就对，啊把我。哎，就房间里阿婆不是做嘛，都啥？吼，哎，就去旁边看看看看看看。哎，哎，就负责伊个代志，然后当初负责代志，迄个伊个代志，然后咧袂，伊做几步咧，对不对？哎，伊也要管住旁边啊。哦，哎，要紧张哦，看看看看哦。哎，看一下啊，剩半点钟了，就走出来。哎，住旁边啊，刚进来啊，剩半点钟了，无跟你话。哎，住旁边本来就好，后来后来我知啦，过年去啦，你放心吧，伊去做别个了，然后慢慢来处理啦。哎，我去看看吼，哦，出十五分钟哦，伊唔够紧张就对啦，我走，哎，都慢下，我紧来出十五分钟啊，你好用唔哦？我甲你注意啊，好嘞，第一届呢，第三届哦，我出五分钟了，佫走出，哎，都慢下，出五分钟，较紧嘞，哎，都慢下了，你敢知啊？你好用唔哦？你著在死，哦，我咧就收过人嘞，讲你两个，我飘过嘞，哦，快我来㖏，一千靠30-40单啊，都讲两个，哎呀，当时个你个样。其他到那个外国就对了，哎，啊，其他外国没工资，只
这是真实，今年是输的代志，好，我千万去看一下。哎，啊，咱就卖讲啥？哎，啊，你看别别个今年要啥样子？哎，啊，所以我讲，你做工资从你工资有哪？你会准结果啊？人讲好，啊，你无你个代志，你去人管有办你创啥？啊，平安嘞？哎，哦，啊，所以哈，善尽本分，但求无愧于心。就讲你做出来尽心尽力去做，安尼就好啦。哦，像咱工资同款啊。我有偌济资料，我有偌济本领，我有偌济口才，我有偌济智慧，啊，上我会用，咱讲不出来，安尼尔尔。哦，安尼尔，你要叫我讲好口嘛，我就讲啦。哎，你要讲吼，你来无上，你听我讲啦，哎，我无同，你无五十大个功力，太过严重啦，安尼尔。啊，咱着无愧于心啊，好啊，我尽心尽责，尽力去讲，安尼好啦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啊，你啊，咱地图牌嘛是同款。咱在西或西无西都是一样哦，无愧于心就好，尽力就好的啊，有没有啊？啊来嘞，智者不跟某十字的收者，就讲咱的智勇啊，咱前头说起来，迄个闭关迄个智勇，一得了袂使改变，不跟就是袂使改变。哎，哦，我讲一个事例给咱听，啊，咱这是七月是拢普通，啊，你讲在低压哦，伊拢普通太低压。啊！猪仔不甘甜，甘啊！你讲在时啊，你甘甘啊？他也无爱甘苦果。甘甘。甘甘啦！你大学的。啊！我讲迄只猪仔是甘甘，还是都唔甘甘的啦？哎，啊！只甘甘猪，你甘在故事的，真的。哦，迄只猪仔哪来？我讲来听。迄只猪仔哦，就是讲也不会去死哦，是一个修养者，伊有考虑修养。哦，我是我做诶，请教授经过60单啊咧。啊，年纪有啊嘛，但变会会使会破病嘛，哎，我到八十岁就飘。啊，伊七十五岁时阵哦，就破病啊，啊破病去找中医师啊，啊中医师啊，咩只只来讲，哦，医生哦，我真不少啦，哦，胃痛啦，哦，啊，着爱补啊，着爱听啦，哦，啊，不过哦，伊只解药哦，伊只是低收哦，甜的，啊，你哪够得啊？啊，多谢姐，你只来去找中医哦，千万万安尼哈，哎，真的哦，你上故事飘了，你就知。哎，迄个师傅啊，讲啊，伊即摆袂使呢，我食菜呢，我清口呢，哦，我即出来当然袂使。哎，医生啊，我来了解啊，药啊，无分车他送信啦，哦，哎，医生要治病啦，要赶紧啦，你放心啦，哦，菩萨会过来找你啦。哎，师傅啊，真正听药话，哎，真正当面这个药店买着医生啊，买着药啊，哎，药啊，食起来较有元气啊，较有补啊，唔过咧，年纪到到十到八十岁时阵。哦，啊，飘去了，伊的魂哦，无去养无天水啊，养无天水，我查下，哦，你这人修行修了有够成功，哎，福报有够大，哦，功德有够圆满，唔过哦，你欠人一个利息，安就对啦，哎，啊，我欠人一个利息咩啦？啊，你当老板做者，你真学弟啊，哦，有欠人一个利息就对啦，哦，哦，安尼啊，有够无彩，本来当想要做倒的，啊，为着着这个利息，来个欠啊，欠到不行啊。好啦，来到来个先做一只猪啊，所以讲你到来做一只猪，哎，啊，因为过去是有收，你说做我无呀，你去出去啥物猪了知？人个猪赛猪啊，然后猪赛吼，这只猪啊，无饲到五百斤啊，一千斤都无，叫做大只猪个啊。你敢知影猪啊饲个？第一像恁去，哎，第二挂热房，第三安那，你叫啥顿食，哪顿食吼，调到我无，就你个到做样啥？哎，就绵管啊。你是动物大个对啦，哎，伊拄啊大到五百斤的时阵哦，哦，脚都无力，哦，啊，伊食薰哦，拢有迄拉拉沙拉哦，滚，拢鸡啊来惊，撞啊，哦，啊，脚无力了哦，无住拢倒一个，从迄鸡啊底下拢飘去，哦，系，哇，煞面啊，是，哦，来去大条个啊，哎，啊，即摆大了大，就叫太阳嘛，啊，太阳哦，红山坡哦。好多水果甘蔗，甘蔗，我去甘蔗红台迄个对啦，哎，吼，我着出去做兵吼，甘蔗红台啦，安尼啦，哎，啊，结果吼，啊，差嘛，以后台时个你过得，然后连续讲，你无大部分人开始一只猪，一只鱼，一只鸡啊，所以你即摆个老板转成，哎，本来你当先得啦，啊，有只只鸡，我听讲出去做鸡啊，云南，哎，我好好好好搞，好，再来出去做鸡啊。各位先生，啊，鸡啊出事嘞，食啥？食糖啊，都食糖分啊，都，伊就爱去老板做，做糖啊，做糖分啊。
我啊本来会当收成真多呢，为着一个低薪了，搁再丢六西四小盘苦海，伊收真多呢，惨了了，所以无法度想到啦。所以咱今天讲呾经过何人的钱，好，所以各位姐姐，哦，咱年纪有啊，哦，我看出来吼，哎，参考我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足济就对啦。哦，我今年也是四岁啊，哎，哦，啊，各位姐姐你看，咱下当个黄埔医生看卖，他够三十单。哦，我话三十岁，迄阵就九十几岁啊，迄阵可能高岁哦，就两个年长啊，头壳哦，一定讲少啊，少都少到啊。所以各位小姐，咱年纪有退化，拢足正常诶。哦，手臂有可能会当了了，哦，啊，脚骨会有可能会无力，诶、欸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即个，我话去厨房诶，我只是咧，我是咧提态度，还是咧提精神，还是咧提啥物事？我讲叫做正常，哦，代表你年纪有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咱年纪有诶人会安怎？哎，电工都讲过去，哎，哦，啊，讲出来虽然容易啦，哦，啊，坐哦就吓你啦，啊，要睡哦困未去啦，哎，啊，要死哦搁无勇气啦，只好啊我倒去啦。我讲这种正常啊，年纪有这种正常诶。哎，啊，真正你看病变啦，去找医师，哦，哎，啊，去找中医师，各位小姐。哦，伊也像即个故事安尼讲，哎，你着定八九，哎，定善利哦，定地多，我来讲，阿弥陀佛，毋免听伊个，哦，听我个，迄中药草吼，体内有呾共款抗火个，你都毋免人吃个，有呾有效果个，有阮太太是中医师，我毋知，哎，啊是安尼，若要迄医生若要放假迄呾，因为迄足苦个啦，你个人迄吼食无晒个啦，哎，啊你着。伊啊，地哦，啊，甲灌入去就好啊，后果拢共款啊。你毋免着食迄撮啊，干呐？嗯。哦，我来甲劝告咧，你莫去哦，叫中医师讲好。我爱赶紧来，药啊无撮，无撮些个人来讲，毋听伊个。啊，无你着想迄只伊啊，共款。哎，出去做伊啊嘛，啊出去做鸡啊嘛，你搁出去做虫，我操！无采甲即世人，你想着怎样？啊，结果落去安尼。啊，啊，所以讲，只要不惊，个性独可承受。哎，就是讲咧，自由嘛，袂使变优就对个吼。好，啊，啊，所以咧，哎，来讲咱哦，不白牺牲啦，吼，不白过时光，不白来人世间。哎，各位姐姐，咱来到人世间，吼，啊啦，唔忙吼，啊啦，无讲无就等你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讲千锤百炼出深山呐，烈火寒山莫等闲呐，稳尊翠骨前不及啊，留得千百在人间呐。哦，各位姐姐，别话，咱今仔日也无来请教啦，无来收歌啦，无拉帮助了，各位姐姐，咱值得用啥？你想看卖？是这样。哦，咱退休的时阵，各位姐姐，退休就开始报名啊，报名去。有想用啊？啊，想用不准啊？啊，无代志做啊？哎，啊，有钱又有闲啊，啥物事拢通啊？我来讲，咱呐别用一个，你愈用愈多报名，哎。哦，啊！你慢慢烧，烧啥烧好用，烧好用，身体哪会歹？哦，所以身体人讲用得有好就好啊。哎，忙做了烧过头，啊，慢慢拢无做。哎，啊，无你快去做一个退休老师，真正来，不可能咧，两分钟干咧，自古啊，时间到就过来，时间到就过来，不讲钱啊，啊，无时间啊。哦，啊，就退休咧，足无聊啊。像阮一个人家啦，老师啦，我做一个人家拢是老师级的，啊，伊拢做顾问，啊，我做养生的东西。啊，有听过咩个？哦，大家讲啊，因阿妹都无滴个啦，啊，都无聊个，咪种啊，哎，爱先生啊，大家对人去爬山啦，啊，爬到脚去受伤啦，啊，拢袂爬啦，啊，袂爬拢唔知变啊，拢不准啦，哦，啊，你看，目前你感觉这个人生，哎，哦，迄个别墅，遐你等啥等啥，等最后一天那个而已嘛，目前爱看迄个，人生安尼无简单个。哎，啊，所以你看啦，咱人生来到这，无对社会有啥贡献，啊啦，你的人生价值造不出来。所以人生真正，人生吼，真正价值在倒，唔是讲你做一钱的啦，你做一钱的钱的代志啊，哦，啥物有啥物关系？哦，还是讲你做大官做官事啦，哎，嘛啥物无关系？哦，还是讲你产能啦，哦，啊，地皮偌济度偌济，几千家几百家，哎，嘛是你的代志，哎，唔是你人生的价值。哦，因为啊，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，台面变毛多罗宾啊，哎，啊，我就是个叫你来测，啊，你讲你在人世间，哦，牺牲偌济，贡献偌济，哦，你度偌济人，
哦，对众生啥哦，贡献偌济，各位先生，你个计划就是遮啦。啊，无咱到十分计算，当时哦，莫讲送啦，莫讲收啦，莫讲分偌济，然后太古代讲无法做来。上我吼，啊，佫有去十几个国家拢参加讲讲结识个，哦，去新加坡啦、马来西亚啦、哦，大陆啊、香港、菲律宾啊、泰国，我拢莫去着去嘞。哎，哎，拢差不多二十几公斤哦，拢去啊，去了无。哎，啊，我去新加坡买来，伊拢去好啊，是用红大哥嘞。哎，哦，啊，买起来好，哎，用红大哥啊，你啥物时阵过来啊？哦，我们很想念你呢。哎，啊，想用到个同学，啊，我就去遐参加啦，江苏。哎，哦，啊，就讲，哎，陈老师啊，你啥物时阵来啦？来，不然开心一下啦，好呢。哎，够钱嘞，我，恁个感觉蛮啦，我感觉我的人生足健康，就这样就好了啦。哦，你莫空空来，空空回去。哦，过生日，咱若无大帮助，就咱无用心啦。吼，喂，哦，参一只鸟啊，参一只狗啊，参一只猪啊，拢同款。哦，无我讲你听，狗啊是毋是啥？我到腰就去食只食只，哦，食了饱了就去睏，啊睏睏就变大，啊个猪狗啊较歹命，咱就去上班，哎，啊就去趁钱，有够要翘去，搁互头家呐，嫌到要害，搁爱看头家面，伊也欢喜，咱就欢喜，也无欢喜嘞，吼，就硬到要死。伊也要做工课啊，哦，你讲学尔尔，啊去补课转来，像我倒遐要食饱，食饱要休息，要去睏啊，啊眠坐一下，睏坐一下，睏，人生就是安尼嘛，咁样咧。啊，你一点仔计较就无啦，一点仔意义都无啦。哦，啊，你看咱好加财经，咱来参考啊，来受气啦，来大帮助个对个事情。哎，我甲人讲，哎，这是十单，会做尽量做，会讲尽量讲，会办尽量办。为什么？哎，我不是挂了哦，因为我啊，我加减有加减有减啊，只算讲到这哦，无讲到另外一个了，对了，哦，今年吼，加减有一挂，叫做恢复点，火风点，只叫做火风点，叫做点挂。啊，这前头吼，加三加十单位，啊，今个加到一单，哎，今个叫做顶折子公式啊，哦，啊，再点哦，租住的吼。这个鼎就是安尼，哎，啊，煮煮会了吼，伊是三支脚，啊，三支脚第四人吼，第三，你煮出脚足好食物件，煮甲足澎湃，结果嘞，脚断去，叫做顶折子不公式。各位先生，这十单是这个运，你拄仔看，足侪大间公司拢倒了，哎，大老板拢倒了，哦，愈大间要倒愈紧，为什么疫情啊？哎，所以这个疫情起偌济人，你敢知啊？大陆无什么，全世界统计也达百几万人，足恐怖。哎，所以是只足可足可怕的。迄现金毛死啊，侪人，一个疫情死600多块人，达千外万人感染的。哎，所以我好很足恐怖。阿弥陀佛，哎，那种看啦，哎，都无代志。哎，哦，所以你看看，啊再来嘞，今年拄我听到遮，伊是问，明年就开始啊，行这十单哦，啊，十单了诶，行到第二行，第五行吼，就是啥？伊诶耳朵啊，耳啊，你爱耳朵啦，因为你做主诶吼，即个耳朵是上介重要，你变作盘虎只，哎，啊，第二行咧，就是即支挂啦，迄落啥？即鼎挂啦，靠面顶面即鼎挂啦，所以鼎挂吼，第五行、第二行是上介重要，哎，所以我讲，即未来明年开始哦，即十单、即十单有够好诶，即两支。然后嘞，到迄个啥，迄个吼，第三，心就足侪佛，心就足侪菩萨嘞。所以好啊，来讲这二十单，好好把握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好啊，过二十单啊，我就变十几岁，阵啦，毕业都毕业，唔知影，真正。哎，啊，所以这二十单，我鼓励大家，会拼尽量拼，会讲尽量讲，会做尽量做，会开放尽量去开放，对咱点本书记来去开放，对咱点本书记去开放。哎，为什么接龙五点？刚才这是十单凹啥飞嘞？我来讲，加挂是挂叫大个挂。哦，迄大个挂你讲哪条叫挂？大个挂就是官差挂。迄阵的社会的死足济人，迄个对啦。哦，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啊，第三个疫情出来，都去看到对啦。哎，所以我要讲，当拄啊春节十单，好好的办。哦，不然话这三单的疫情。你想要讲哦，对不起，开不了啦，拢停班停班啊！你想要去值班哦，无当接啦。
你想要听道理哦，无当听啦，目前现状嘛。这三当对我来是一片啊，咱若搁无讲哦，真正无法度听啦。哎，熟悉嘞，哦，我说会记哦，咱已经受到熟悉啦。哦，咱把阮身体欠安啦，啊，着要办个来，要啥来，我讲从地袂使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会记哩。啊，所以一人谨记多少三分心定，看重自己，不需要彷徨，不需要受自己的伤害。哎，所以哦，师尊老白来讲，什么叫障碍？是你家己想袂开叫障碍啦。我先来讲来啊。哦，家己想开就好啦，什么代志当着家己啊，把自己的心哦打开就好。哦，啊，所以看，一柱求道，诸位去到顶上登。来讲哦，咱一个人求道哦，你会当带诶，诸位去做哦，啊啦，讲什么讲道？就讲你自己来求道，你祖先、你父母就好。伊就甲一个白莲花，伊就去当啥？去地藏宫遐修啊，遐听经啊，哦，叫做一柱求道，你会去到顶上登啊。啊，咱即世人啊，修到了诶，好啊，八旗哦，修到几啊盖棺定论哦。无技术会做，哦，啊，无做你个代志，过去大家拢在想得等，哦，啊，你啊，你做想得等伊嘞，你叫袂清楚，大家拢在等伊嘞，啊，啥物叫袂清楚？清楚就是恁爸爸、恁阿公、恁阿祖八辈七代，叫做清楚。久远嘞，就是恁囝、恁孙啊、恁家家孙户对不对？老板，全部我捌来算啊，上少两千几个人，哦，啊，较大家伙嘞。哦，就用你第一代祖先都无，伊生六个，生三几个，哦，不等啊，至少上少咱六七几个，哎，各位先听听无，你好啊，想到哦，带动你几个亲属六千几个人拢等你哦，哦，你看，哦，这就是你骄傲的，今天呢，啊，我不要这样等我回来哦，咱地道叫 A P D， 唔忙磕得来，了解啊？哦，唔忙讲一大堆是非啦，唔忙讲计较啦。会无啦，哎，因为你靠到一个人，过些年你敢知影做无了啦？咱莫讲做到啦，对啦，伊会久会去做，阮望这个囡仔会当心情正好啊，伊也心情好，我大拢要对伊转来啊，啊，你从这个人靠到啥物啊？拜托，你得罪了这个囡仔，去久会去做，那前几个人拢帮你说，我讲，你的习惯袂当改啊，绝对拢袂平安个就对啦，哎。啊，所以会记啊，伊道中你袂使苛刻一个人，哎，哦，咱宁可啊呐，减少话，你就袂使这样苛刻，哎，保持这个，保持这个，哎，啊，无了嘛，哦，难讲错啊，伊要想得当，伊还要好好个哦，真正哦，哎，你袂知道拢帮你说了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好，所以讲呀，心就不宽，哎。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，让千万人安安稳稳的成上，让千万人沾到除非之光，让千万人呢呼吁在天人的浩荡，让千万人了脱这无奈的光亮，让千万人呢成为是一世沾光。所以咱管这个啥呢啦？哦，所以各位姐姐，咱人哦来啥有三个，对啥？来到这世间投胎好梦来。第一个是啥？以父母初心有多难？哦，初心的胎生关心，心生关心嘛。个人要得，哦，如果你做了袂歹啦，啊，你为天得来，哎，搞到算是正人啊，就是叫做人啊，啊，为你天得来啦，哦，有天得啊，天得遐来，我来搞到算是正人啊，哦，啊，其他啊，即个低等个对啦，啊，有较好个就快点往生，如果我真死啦，一定有修啊，啊，我是无完成啊，啊，你搁掉带伊掉往生你过来啊，哦，安尼就对啦，啊，上解个是啥？你本来就西方去啦住。哦，咱大拢是想起啊，咱大拢想起来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啊，你看到伊人中间足好个，飘一个，发一个台湾过来，各位姐姐，在座个咱拢就是安尼来个啦，敢知？你也无想起来住吼，无发个台湾，你生活再难吼，你其他袂发就是物件，我袂提。哎，我定定做比喻啦，哦，讲咱就经历着啦，咱经历你较早在世时阵哦，一单拢点千外人呢，咱讲一千个就好啦。哦，啊，点一千个遐济人哦，过前者一单个千口，反正就差不多差不多三十、四十个安尼尔。等于讲多一千个口，安尼太到尾啊，剩三十个，安尼有诶。过前者你就是即个人啊，就是从开了出到来这三十个人啊。哦，啊，咱若无经济好哦，做得好哦，你未信我知咧，我讲你无可能坐伫遮啦。哎，所以会记，咱拢就是同时。离开在个面头前，离头过面头前，
伫这个学会领导讲，我这个台湾，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会，啊唔知，安尼叫收钱分完，你本来就发出来分就对啦。所以咱来了解啦，讲好啊吼。所以这个学会后尾也出一个结论，伊讲伊收着当中坚定着收，坚定经营来传道，伊讲着当中坚守道理，无法子用来传道。在烦恼当中的坚定力量，坚守心灵的功能，其他在烦恼当中坚守道理，老老实实来看来行道。吼、哦，所以各位姐姐，咱这条道咩哦，就是伫这个晚会组织老板遐传落来，伊做传落当老前辈、初老前辈、次老前辈，好安尼咧。哦，啊，咱头老前辈，他都传过来台湾嘛，啊，咱台湾都到到三十一个阶段嘛，啊，咱只是其中三十一个阶段，其中是咩啦？哦，就是我老板伊嘛，啊，我老板就是咱大前人传落来嘛，啊，咱大前人是传出去几位前人，前人应该是传到八个单位，啊，所以咱这个单位就是苏村遐来啊，所以蛮方便。哎，所以人家就讲，哦，你吼，兼职考名啦，无下底根本考，我讲你蛮好便宜。哎，兼职唔对啦，你兼职后啦，我讲你蛮好考你。哎，从事嘞进吼，做姐姐就对啦。哎，哦，我说会记。咱既然是新娘家，哦，咱就好啊啥，安分守己，好啊新的，哦，对咱的监管师，对咱的领地，哦，好啊啥，就咱就要保持好安尼就好啊。所以修道不简单，这句话，老老实实做人啊，啊，辛辛苦苦做事，安尼就对啦，修道才简单尔。哦，啊，坚持到尾啊，百尾你到大拢修得到尾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哦，啊，其他你就好，啊，安就好到遮啦。谢神讲师慈悲，学道不鞠躬，坤道不鞠躬。三哥在此，坐在那里，来自杏花冈盖大树杏花一般。现在咱一点点香香欢迎神讲